记者詹香婉台北报道，王丽人今出席毛起来幸福公益活动。她日前带助男友出席经纪公司尾牙甜蜜宣布恋情，今她穿着露肩上衣搭配短裤现身，身形特别是肚子部分看起来圆润许多，一度被猜是怀孕，肚子里有了小宝宝。41岁的她笑住否认，笑喊自己真的没怀孕，但也透露一直都想当妈，如果真的怀孕绝对会主动跟大家宣布喜事。至于身材改变，她澄清是因为去年吃感冒药，里面含有类固醇成分，她自从年龄奔四后新陈代谢也变慢，最胖一度胖到近60公斤，最近瘦了一些，约52公斤。她透露前阵子脸书回顾功能跳出去年照片，连他自己都惊呼，以前好瘦，现在怎么胖成这样，今又被疑怀孕，让他直喊我真的该运动了。谈到新恋情，他跟男友原是相识十多年的朋友，交往至今约八个月左右，两人从朋友变恋人，互动模式改变，双方都还在适应中。他坦言，我们感情现在还不稳定，有很多事情需要磨合。王丽人出席活动，身形明显圆一圈。翻社自王丽人粉丝专页，王丽人出席活动，身形明显圆一圈。记者詹香婉社。